林姓王，林姓王，林姓王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去年三月，我决定要参选宜兰县长。到年底的时候，我确定我的老长官他有回锅参选宜兰县长，继续为乡亲服务的决心跟意志的时候，其实姓华真的很陷入两难。姓华不愿意为了出现在自己的团体之内，跟我的老长官呢互相争斗，造成不可收拾的情感的裂痕。所以说，姓华在农历过年的沉思之后，姓华决定要选择一条更艰辛的路，独立参选2018年宜兰县长的选举。改变看见宜兰，林姓华，林姓华，林姓华，斗上，斗上，斗上。